太贵了，我收这礼物不合适。阿姨，打折买的，2800就是9。啊，我的自我介绍正式开始。这是我的母亲管红花，现退休在家，正着手写自传。一区区副科长，自传有什么好写的？干到退休，干到了副科长，什么原因啊？我妈说她能力超群，但是没有群众基础。哦，明白了，人缘差呗。 你人缘怎么样？女人缘呢？哎，怎么了吗？他们都有礼物，为什么我没有啊？你那个什么少喝点，你吃个虾。哎，李茂同学，你老阻挠了嘛呀？李掌柜不能喝了。我们男人之间喝酒，您干嘛百般阻挠啊？没有家庭主妇的做派，我要拜。 李掌门为师，师傅，叫徒儿一拜。